手机进我卧室干什么？我要给我妈拍照发到大鸡群里曝光。哎呀，这孩子是不是傻？放假他让你们七点起，结果他睡到八点还不起，是不是？他昨天着凉了，不好受。哦，那你不早说，我就不早起。我也可以跟你休息休息。我好心提醒你啊，你可有一项照顾父母的家庭作业，那我可得好好表现表现啊。对呀，他一高兴给你个满分。嗯，老爸，你怎么这么难受的？哎，就头疼有点冷，我捂捂汗就行。小捂汗啊，交给我。出汗了吗？汗没出来，我快出不来气儿了。快快撤了，快给他撤。想出汗，我有办法了。老爸，快起来喝吧。是吧？喝热水能出汗，吃辣椒也能出汗，辣椒泡水。出汗？你确定是让我出汗？不是趁机整我？出去！忙活半天一点用，你得诚心诚意才行啊！看我的，起来喝个999感冒灵吧，快点好起来。哎，热乎乎的真贴心。这是你闺女给你泡的，她很关心你。嗯，还算她有良心。嗯，老爸，这个家庭作业能不能帮我打个满分啊？心高热。现在有8-8，冰冷的心，打不了满分。小黄，你今天超时了啊？难受不是要多睡会儿吗？谁想多睡会儿？今天我们要出去备年画啊！你要是表现好的话，还有可能加分。准备好了，出发。回老家，你装这么多零食干嘛？那要不我都换成书？那倒也不必。你少包点，我和你妈可不吃，你小心长蛀牙。我用来交朋友的，靠吃喝换来的朋友，那能要吗？那怎么才能交朋友啊？这个你爸可有发言权，他以前可是村里的孩子王。我教你。不是，这样就能交到朋友啊？要的越好，命越好。你瞧，救命！你捏住，这个那边太受欢迎，都过来。给我解开，用你爸这法子，估计你能交到中老年朋友。那你怎么？保密，你还是先去收拾东西吧。爸，你这招真管用，我老多朋友了。那是啥招啊？有共同话题，朋友不就来了吗？啥共同话题啊？老师你呀、啊。哦，我说怎么一出去小孩见到我就跑啊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不告诉你。是不是你又偷偷背着我多给他发零花钱？你少冤枉我，这人自己挣的。嗯、他上哪挣啊？姥姥给我的。这还没过年呢，红包就提前给你了。让我买新年衣服的。那给我吧，我帮你买。你的眼光还是算了。妈，给你吧。好。我这次肯定保你满意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有点辛苦，有点辛苦。这次按你的要求买，行不行？那好吧。好，我买。你给我200，我也能保你买。200哪够啊？你多少也赚点啊！自己人的钱你也挣？那我也200。啥都说了，我记下来。第一个是要保暖，冬天要暖和。第二个是要潮流，有个性。潮流就是堵在大街上拉风的东西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想拉风啊，还得看我的展示。暖和不暖和？暖和。拉风不拉风？拉风。